来吃肘子了。等一下，爸还没来呢。啊，啥情况？儿子现在跟我都不一条心了，好吃的都先紧着他爸爸。爸吃饭了。爸，你先就吃一份。嗯？哎，怎么是光白面条啊？你妈吃什么呀？妈都在厨房，我等下给她拿。那这面条先让你妈吃吧。我吃他那一份。哎，爸，你就吃这一份吧，我还给你准备了八个鸡蛋。算了，那你妈先吃吧，我还是吃他那份，他那份肯定更好。我先喝点豆浆，等等他。好吧。真的让我先吃啊？那我不客气了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肘子和鸡蛋就是我的了。造孽！一份了，我来看看这里面藏了什么好东西。哎，爸，你要再吃，先给我调杯豆浆。行吧，来。算了，我还是等老婆吃完再打开，省得她跟我抢。早上来一杯这个热气腾腾的豆浆，喝起来真不错，是吧？好喝吧。儿子现在还有活动，回家没叫一下。行。有条件的姐妹啊，建议每天早晚喝上一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，里面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、热水，一分钟就能冲泡开。喝起来不仅有豆浆的香醇，还能吃到银耳的鸽子脆，淡淡的甜味啊，刚刚好。现在厂家冲销量19.9元，直接给你发个四袋，还送你一个摇摇杯哦。我来看看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好东西。这是龙，哎，那是龙鼠啊！我刚刚叫你吃一份，你偏不听。一会儿，我太难了。今天给妈妈准备个惊喜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！又背着我藏好东西，那我就先吃为敬。糟糕，刚刚拿错另一半西瓜了。哎呀，造孽！爸，要吃饭了，来了。来了。爸爸，今天你吃西瓜吧。吃西瓜也不顶饿呀，给你爸吃了，我蒸包子就可以了。西瓜里啥都没有了，等下你们就啃瓜皮去吧。跟我们买呢？你这里不是有西瓜吗？这你要专门准备的，你别辜负了他的心意啊！哎，吃吃。爸爸，我们先吃硬根吧。西瓜大家不吃，就等一下我们吃吧。好吧。给妈妈的惊喜，她不要，那就留给爸爸吧。给你儿子。
老婆，这米羹软糯香甜，因为现在还有活动，我也将给你介绍一下吧。嗯，好的。姐妹们，我们吃这个玉米羹啊，来活动了，19块9啊，3大罐，每一罐都是500克。再送你一个杯子，一个勺子，配料表里面有玉米、山药、葛根。买回家的话，大人孩子啊都可以喝，热水1分钟就能冲泡开，吃起来软糯可口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爸爸，我们来吃西瓜吧。好吧。哎，这么大的肘子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嘿！玩鼻子了，又选错了。今天给爸妈准备一个惊喜，看下里面藏了啥好东西。就几片生菜，还想套路我？糟糕，刚刚拿错盆了，赶紧换过来。吃饭了，来来来。今天我们先吃点饺子，等一下再来一起吃好东西。哦，好东西啊，好东西就留给你们吃吧，我吃这个饺子就可以了。盘里面就几片破生菜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啊！跟我流氓吗？你这不是好东西吗？好东西就留给你们吃吧，我不跟你抢了，来来来来。妈妈真的太过分了。哇，这一夜是我的。算了。你先给我调配东西，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吃这个好东西。行吧。妈妈太过分了，惊喜等下就都给爸爸。老公，早上来杯热腾腾的豆浆啊，真不错。现在还有活动，你跟家人们再介绍一下吧。行，有条件的姐妹建议每天早晚喝上一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它的配料表里面很干净的，里面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，热水啊1分钟就能冲泡开，喝起来不仅有豆浆的香醇，还能吃到银耳的咯吱脆，淡淡的甜味啊刚刚好。
现在厂家为了冲销量，19块钱直接给你发了4袋，然后还送一个胖胖杯哦。爸，我们来吃吧。行。好戏开场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么多肘子！哎呀。